干哪行啊？天天这样。这咋的了吧？这吵吵啥呢？天天就在这跟往这一坐，你天天坐着干啥呀？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去。遇到那小狗，哪不如你就玩呗。你为啥不跟他们玩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特别好看，嫌弃这个嫌弃那个，交点朋友，这么大岁数连朋友都没有。跟我比啥呀？有我这颜值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大洞谁挖的呀？嗯，你挖的？不，你咋挖这么大个洞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就这么挖的，你手法可以呀、啊。你等着吧，你看爷爷一会儿回来摸摸你。干啥跑出大窟窿？真的跟你好好唠了。这不是霍霍人吗？这不是跑那么大窟窿干啥呀？下楼下去啊！动那费劲，下楼下去。以前我咋没发现你有这功夫呢？你有这晚上跟我挖野菜去吧。咱我磨叽，咱俩谁磨叽啊？你说谁磨叽？你磨叽我磨叽。瞅你干的事儿，是我磨叽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快来吧，爸，出大事了！又咋的了？这啥炉子跟钩子又整一起去了？钩子不都关起来了吗？咋还整一起去了？二炉把笼子打开了，给媳妇放出来了。你这还不承认？你干啥呀？咋都拦不住啊！我有证据。你还有啥说的？你这宝刀未老啊！看你这书，真拿手机给你拍下来。手机咋不好使呢？你帮我看看。不好使，换一个吧，爸。换一个得白瞎了，这多浪费啊！这你帮我处理了。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控制住。说别的没用，你要再整出一窝来，咱就通过搞了吧，你也别留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爸呀，他们说你跟阿鲁长得像啊。谁说的？谁呀、啊？就评论区那些人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总拍我，别得拍。咋的？你也觉得像啊？我可没说啊，你自己看吧。看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时间长了，真是。当我比他帅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别纠结了吧，快做饭去吧。不饿了，没心情。给我来一个。那你先吃。这玩意儿行啊，香辣鲜香。不说你不饿吗？你哪那么废话？又开始上头。啊？你瞅我干啥呀？其实跟你更像。